少喝，婚礼场所地图，新人结婚相片照，出席意愿单，这些拢总看会到，还会当在婚礼现场翕相。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意外消息，台中潭子昨暗发生一件车祸意外，一只轿车经过南潭路含中德路十字路口，准备要倒弯，煞去弄到一只直行的轿车，弄一个即个倒弯的轿车变作歹工具车，渐渐啊弄入去六个点头。赛车即个查某囡仔摇摇车来，解释头壳还阁真清楚，无啥要紧，已经把伊送去病院来进行治疗。真关心出门看年，都要穿较烧热嘞。因为日冬以来上歹透的冷空气，伊要来报道。气象局预告讲，即几日也就是二四和二七，会有两波冷空气落来。咱看到二四即一波冷空气，会等者上寒。南部正方面地区，落雨几率就会较悬。为下等者开始，按算讲西半部地区拢是高天，有时阵侪云，啊，温度差不多剩十六度即下斗。咱特别注意，就是二七开始第二波冷空气来报道，会伫影响到跨年。气象专家讲，可能到寒流的急速，台北上低温达到差不多剩几度。十三八号一直到二八台湾，若要出门，雨满雨伞，千万一项都袂当减哩。二十三个赛季，气象局来对家人、宜兰甲新竹发布大雨特报，无雨面上冷淡的时间，伫咧二十四，又搁有一波冷空气要来咯。周四、周五两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。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些局部的降雨，不过整体的降雨状况是一个由湿转干的过程，所以整个降雨的区域呢，还有时间也会稍微的缩短一些些。这波冷空气会伫个平安暝来报道，若是伫个正方即时，落雨机会就较较大。若再讲二十号夜半侪迄天，这影响会较细，雨幅也会缩较少。气象局讲，伫个夜半侪西半部是侪云较好天，但若北海岸甲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。锁定哦，会使锁定迄个，迄个单元袂了打过，我按一下，它一直袂打过。